咁啱首歌叫到此為止啦，因為我哋到網友咧同我個 friend 啊，咁叫塔哥啊，好中意阿佢連詩雅，咁連詩雅咁當然有一兩首歌，咁我覺得即係都係佢説一句加埋呢首都算即係幾好聽嘅，咁啊就即係咁啊播嚟聽下就接下場啦嚇。好啦，咁啊即係我身邊咁啊就有即係今日就講足球啊呢一節啦，咁啊身邊即係有 Gary 同阿 Walt 亦都係即係你哋係十一年堂啊，係咪？冇錯啊，我哋啊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都係有 channel 嘅，咁啊十一年堂咁啊主力都係講香港足球嘅。香港足球咁好啊，喂，首先我想講一個現象先啊，就係、是、喂呢排我見到多咗呢兩季，唔知係咪因為香港隊成績好咗啦，咁啊即係多咗好多嘅叫做女士啊。入場跟住又打埋卡啊！即係譬如我哋認知啊，譬如有阿 Bell 啊、Annie 啊，甚至見到李永彤啊等等，可能即係有啲本身都成日都留意開，即係有啲會跟埋香港隊出去，都多咗好多女仔睇。我以前覺得唔係，因為以前我喺球場成日望嚟望去咧，即係中場及及阿女啦，冇咩後生女，依家多咗好多，尤其是香港隊。係啊，你以前你可能球迷世界嘅時候 ，cam 咩可能 cam 即係影到一兩個咁樣，或者係啲球員嘅女朋友。係啊，通常都係。通常都係一個人坐嘅，係啊。咁我以前我即係我三十零歲，我睇波我就中一左右啦，廿幾年前啦，俾人笑嘅，即係啲女仔問啊，你做咩嘅平時啊？我睇香港足球嘅，啊啲人話好似好屎。廿幾年前已經笑啦，笑緊啦。嗰時係佢咩年代？二千年後啦。哦，即係冰河時期啦。最國膽時神熙圓圓嗰個年代。係啦。哦，咁嗰時真係俾人笑。係啊，所以而家就好好嘅，即係變相大家去打卡啊。咁當然啦，可能球會嘅宣傳又係年輕化啦，香港隊亦都多咗宣傳啦，咁多人講，咁自然變咗件事係新鮮嘅，咁就會吸引多啲，即係唔好話後生女啊，後生仔都好啊。可能對個成績好咗有關。係嘅，咁你入到去亞洲杯，我相信係有好大嘅影響嘅。咁啊，即係譬如講下啦，尋晚香港嘅友誼賽啦，即係有新教練。Westwood 即係韋斯活啦，咁啊第二場嘅執教啦嚇，咁啊即係嗱你出上就執就香港隊嘅隊長先啦，咁啊尋晚啊即係對柬埔寨，咁啊就贏即係出咗香港隊嘅隊長先，啊咁啊係啊我調一調啊調一調嘅，咁啊香港隊咁啊就贏3-0啦嚇。香港隊嘅隊長係啦，咁啊就3-0，咁啊你知咪我而家第一場。去歐洲對列支敦士敦啊，咁啊即係嗰時候就諗住啲歐洲魚腩，咁啊應該唔會輸啩，咁啊點知啊雖然表現其實我覺得攻勢唔少嘅，咁啊就輸一球啦，咁啲球迷就一 shoot out 啊，咁去到尋晚咁啊就贏3-0，咁啊佢都幾好笑嘅，咁啊阿國少係咪叫我歐洲球迷啊？sorry sorry， 即係大家啊，咁當然網上嘅評價都唔同啦。你點睇暫時香港隊嘅新教練？先講先啦，咁啊，列支敦士登嗰一場咧，咁啊，香港隊就輸1-0啦，咁啊，尋晚對柬埔寨咧，我哋就贏3-0啦，咁啊，其實呢個列支敦士登嘅比賽咧，其實係前任教練啦，安達臣嗰陣時就約咗嘅，咁跟住到佢離開咗啦，咁啊，韋斯活先至執教咧，就叫正式第一場嘅。咁賽前啊，其實我哋都有估計場波係難踢嘅，因為你列支敦士登雖然你講佢排到去200打後，即係好後，即係叫做歐洲係魚腩部隊，咁但係佢哋始終咧喺歐洲對掛一啲即係叫做猛獸啦、葡萄牙等等啦，俾人數開嘅，咁亦都所見啦，佢哋球員。嗰個攔截嘅能力啊，以及一啲體格上嘅身體質素咧，都係唔差嘅。咁你講下咯。喂，其實你列支敦士登其實佢對開咩球隊啊？歐洲勁旅喎、啊。咁其實你話佢200多名，其實係因為對於歐洲勁旅，佢先跌到200多名啫嘛。你再對翻我哋香港，香港排150多，但係我哋香港對咩對手啫？即係基本上有個差距嘅。但係去到。落到場咧，我又覺得香港隊踢得唔差嘅嗰場波，直情係應該贏添啊！即係你踢落去，即係譬如呢個新嘅教練啦，佢係純粹一個叫進攻啦。咁你見到佢嗰個排陣都係非常之有創意嘅，亦都點解啲即係球迷見到哇？你咁樣三後衞，跟住阿費蘭道嗰個又唔知係中場定係中堅嗰個位置啊？咁樣究竟係啊？究竟係點解咧？咁樣樣咁啊踢落攻勢係有嘅，攻勢係有嘅。咁我相信呢個教練佢唔係傻嘅，咁對住啲實力往。
抗強的球隊才至即叫做打一個全攻型啦。你對住啲比較強的球隊的時候，相信佢會即係穩守翻少少。正如安達臣開頭對住日本佢都逼搶噶，咁但係打下打下，其實佢對住可能喺亞洲杯嘅時候都會縮翻後少少。冇啊！你安達臣你初頭第一場對馬來西亞都係俾我哋屌噶啦，係好驚噶。哇！對馬來西亞輸兩球仲要俾人撳住嚟打喎、因為咁你之後安達臣都慢慢執翻正隊波啦。咁所以我成日都話你一個新教練，你一定要俾啲時間俾佢嘅。你唔可以，你唔可以第一場波就話又話佢唔掂啊乜乜乜何況。喂，我哋香港波好簡單嘅，贏波係好簡單嘅，我哋好開心嘅。但係其實我哋香港波最大問題咧就係冇嗰啲思維方式咧，仲係好古老啊，仲好舊啊。嗰班球員咧仲係就係識打 passion 嗰啲波咯。即係你話啲技術理念咧，其實香港球員我覺得咧。是冇乜嘅，即係簡單啲講啊，譬如我哋有陣時有一啲香港嘅教練或者香港嘅球隊、香港嘅球員，哇！我哋好激情啊！譬如有陣時睇啲網上片啊、call 文仔嗰啲咧，即係喺個更衣室度，哇！我哋點樣打？我哋點樣打呢場咧？每場波當決賽踢。咁但係正正常常，譬如你見到曼城嗰啲，佢唔會場場波同你當決賽踢噶嘛。你應該係一個穩定嘅心態去踢，跟住到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先鼓勵士咁，你下下挫咁唔得噶嘛，係嘛？咁戰術上面嗰個修養，咁一定係要靠一啲外來嘅教練啦，去指導下我哋嘅球員嘅。咁亦都要靠一啲入籍兵啊去幫手啦。咁你見到佢嗰個思維上面，我相信係暫時嚟講啊，都係呈一個好嘅方向嘅。咁但係我只不過係比較唔係好喜歡佢喺賽後話人哋列支敦士登贏咗波，好似贏咗世界盃咁啫。未理解到啫，尤其是佢對香港球迷嗰啲説話，就香港球迷未必接受得到，因為之前安達臣教頭嗰陣時，佢好識做公關啊嘛。咁你依個西木一嚟就哇咁搶姜咁搶口，咁我哋香港球迷就未太接受得到。咁何況嗰場波就輸咗，咁啊更加火上加油啦。咁其實我都係話，你如果一隊波你有翻啲新嘅思維俾我哋睇到咧，其實我啊覺得開心嘅喎。咁你冇可能下下都踢簡單足球噶嘛。雖然有啲人話喂你踢嗰啲國家隊嗰啲，你冇可能俾啲新嘢俾班球員踢嘅喎，咁你有可能班球員冇咁多時間夾嘅，但係其實香港隊就係需要嗰啲新思維、新嘅戰術理念俾班球員踢咯，因為你香港聯賽咧，成個啲教練實在太過保守啊。咁當然啦，即係一個教練佢嚟到，第一佢嚟咗又冇耐嘅，都係頭痛盡盡有熱賽，有熱賽當然係即係試好多嘢啦，即係會試下球員踢唔同位啊，試下唔同陣式啊。當然有啲人會執啊，喂上一場你睇到對列支敦士登，哇費難度冇氣啦，佢咁嘅佢年紀幾時即係換下佢換人，可唔可以再換多少少啊？或者話喂咁啊阿安永佳即係中間好過側邊㗎啦，但係可能有啲我就係要試啊嘛，我試下係肥板係。講真嚇，咁啊依家同以前比都個跌咗鍋啦，我就試下佢打中場轉唔轉到佢咯，即係可能會即係啲教練係中意咁啊試下唔同嘢啊嘛，揾有原材試咁當然即係OK 咗嘅你咪成功咯，係嘛？即係你嗰下唔 OK 嘅咪會即係俾人鬧啦。但最緊要就係你有冇耐性啊？如果呢個教練你認為佢有料嘅，有冇耐性即係繼續俾佢去即係再睇耐啲先咯？我相信因為我哋香港隊主教練呢個輪選咧，都即係好多有成，好似超過200份嘅報名啦。咁我相信西木佢去建功嘅時候，都應該係會有呢、這個係 sell point 嚟嘅，即係我就係進攻㗎啦。因為你睇下港隊，我哋入唔到波，佢成日都串安達臣㗎嘛。贏咗幾多場啊？入唔到波啊？咁樣我係帶嚟入波嘅。咁即係你話咁短嘅時間，頭先我淨講咗得幾場波嘅時間，你唔會咁快執到啲嘢，特別後防對啲球員都未必好熟。佢都可能唔係好認得啲球員，尤其是話大陸嗰啲即係喺大陸揾食嗰啲，佢未必即係真係點認真睇過你踢波咧。都係嘅。不過如果你講起其實中超咧，我唔知道啤梨馬布嘅聽眾係點睇我哋香港球員過去中超啊，成日淨係講足球層面啊。咁譬如你見到陳俊一上到去上海申花，其實都係踢咗幾個月半季左右啊，個進步已經係好大。變咗第二個人已經係啊，個自信心即係佢本身講真，佢16、17歲嘅時候已經好有潛質㗎啦，已經喺傑志係即係踢曬㗎啦，一個人 carry 傑志咁。但係呢幾年啦，因為可能要走翻啲外援，又變咗去打左閘啦。咁但係見到佢嗰個質素，再加埋你上到去訓練，即係佢哋
訓練嘅時候就已經好似比賽咁噶啦，下下都去到盡啊，搏到盡啊，成個速率啊，去諗嘢嘅思維啊，都去改變。你見到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嚟嘅。嗯，即係你香港，即係當然，譬如你睇獨會下邊啲新頭先啲同嘅啲即係獨會嘅圖啦。嗯。咁啊，你會見到下邊，一講我中超中甲人安達臣，佢都俾人話，但係要記住啊，中國足球即係陣間會講中國嘅，當然係即係美國家隊實力係。好流啦，係好渣啦，唔係亞洲就係唔入流啦。以前叫二三流，依家叫唔入流。咁但係你香港，但係你最近香港嗰啲係對咩足球先？你個管理嗰一班咁啊，就係即係咁啊，以前霍震霆，依家霍啟山咁啊，即係一渣。你再去到球會，其實有幾多真係好專業咧？係咪啊？即係。咁啊，當然即係有好多好熱誠啦，譬如阿李輝立，但係佢哋嗰啲管理，大家都知啲幾十年其實係屬於即係你香港，你係好難有即係好專業嘅。咁啊，一個禮拜，不過你講超可能有四節退訓練咯。你睇港甲嗰啲咪兩節咯，咪就係咁啊。但去到人哋嗰地方，即係你去到大陸，佢有自己嘅球場，周圍啦，日日有佢嘅訓練，你係已經甚至我連阿趙正宇上年彈起嘅流浪嘅青年球員。哇！十七歲喎，今日去泰國踢第三組，唔係第三組，未必強一個佢港超。但你可以外闖下，即開始學下獨立啦，或者然後嗰個心理上嘅成長上轉變，其實會對球員好大幫助。係呢個係我哋其實我有台做咗另外一個主持啊，叫 Tony 一提提，因為佢呢一個論點係幾年前講，我都覺得幾好嘅。就算你是一個香港球員，你是以一個外援身份，可能你去到台甲，你要去到擔正，不是話在香港做配角的，對你的成長都很大幫助，因為所有嘢都是要經歷，即係好像我哋香港要靠曬艾華頓去做咁樣，都一定會是有一個不同啦。再加上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語言，甚至乎飲食習慣，即係我哋成日細個啊，社會就會覺得啊，咁你踢波你咪專心踢波咯，你理咁多嘢咁多。但係你大個你就會發覺其實係好多嘢會影響你嗰個表現嘅，水土不服啊、語言啊、悶啊、見唔到屋企人啊，甚至乎我可能大啲嘅有老婆仔女啊，點解有啲球員唔外流啊，都係好多嘅考慮嚟嘅呢樣嘢。咁啊，兩位啊，除咗即係新教練，我哋暫時再觀察啦，即係當然嗱，即係希望佢唔好差啦嚇，即係我希望，但係你唔知啦咁啊。喂，點睇安達臣啊？嗱，安達臣咧，啊，我講先啦。咁我好奇怪，咁因為我都成日睇連登，即係大家就話啊，安達臣啊，西武嗰個安達臣，安達臣搞到啲進攻好差，就係掟個波上去。啊，我唔否認嘅。咁但係大家要睇翻安達臣頭先講話喺馬來西亞嗰場，再之後佢做過啲乜？我數幾樣啦，即係大家知嘅入到去亞洲杯決賽周啦，咁亞運你話佢好彩也好咩都好啦，佢可以入到去四強啦。OK， 仲有嘅，譬如一啲當年飲酒事件而即係叫身敗名裂嘅嗰啲乜球員啦，給謝嘉榮一個機會啦，跟住阿 Frank 哥刺激到佢減肥。係嘛？即係林顯廷嚇，話佢好肥啊，話佢慢啊，跟住佢聽完之後，佢真係去減肥，亦都譬如阿余子南啦，而家即係話踢中超踢遊集好，其實當年安達臣都係擺佢喺呢個位置去踢噶嘛，亦都令到啲球員體能強咗啦，有信心咗啦，對代表隊嗰、那個資格嘅慾望係強咗啦。咁其實呢啲嘢係將球員提升了，將這些東西再交了給韋斯活，他才可以再有下一步可能調教成一些進攻的球隊。其實安達臣來到你說開始 踢逼搶我們都覺得不行的，是啊，但是其實我看人邊就行了，是啊，但是其實你不試你怎麼知道對球行不行，沒錯，是不是？那你何況香港足球香港隊啊，呢十幾廿年啊，來來去去嗱，有啲網民都話郭嘉明啊嘛，穩守突擊，咪打901啊嘛。其實我哋，哇，你唔知康靜記唔記得啦？八九十年代我哋嗰啲香港隊嗰啲球員嗰啲陣容，嗰啲前鋒幾勁啊！但係要打穩守突擊嘅喎，又鄭少聰又歐偉倫都要打穩守突擊嘅啫。咁你到而家我哋成個世界都變緊啊！喂，而家出邊隊隊波打搶逼。你一路都不跟那個潮流的，那都沒得再進步的嘛。安達臣就來到叫你們班球員打逼搶，迎合那個潮流，那班球員適應了就有進步，還有他那時亞洲杯外圍賽困住整隊波在那裡整個月，操體能，哇，操到班球員嘔的那你那個亞洲杯
外圍賽咪踢得好咯，出到線咯，都係咁解啫嘛。你一定要有個方俾班球員踢噶嘛，你一定要有進步，你冇一年墨守成規。墨守成規咁就係、是、十幾廿年都係踢嗰套嘢嘅。你頭先講嗰樣嘢咧，即係集埋一齊集訓香港就會有好表現，就係、是、引證翻康正頭先講嗰樣嘢，就係、是、嗰、那個我哋嗰個管理啊、業餘啊或者規模上面比較細啊，即係呢啲應該喺球會嚇、啊、每日，即係你譬如英超嗰啲晨操八點，跟住可能休息，跟住可能大家開會研究下踢法，跟住再健身，噼里啪啦一日翻足一日工嘅。咁我哋香港，我曾經聽過某一隊。嘅老闆啊，想話啊，不如我哋 book 某某大學嗰個場，踢多幾節啦，咁樣啲球員反對啊，因為可能有嘢做啊，咁樣啦，就係神操兩個鐘就算啦，咁樣樣，咁啊唔可以怪嘅，因為個人工問題始終都係為揾食，唔係話怪佢哋。咁就係呢啲基本嘢搞唔好啦，咁個教練點樣憑佢嘅魅力，等佢能力去令到隊波改善咧？咁我安達臣我見到嘅，我見到呢個改變嘅，係啦。甚至由即金潘坤係嘛，即你見到香港隊都有個轉變，係即係譬如嗰啲即體能啊，體能係你，所以安達臣可以做一場啦。我記得有啲球迷即係我個禮拜現場我睇到，安達臣有咩好啫？香港嗰啲射門咁少，有啲藍絲又好唔中意香港嘅射門踩啊嘛，即係有啲叫踩港撚啊，即係有啲移民就踩你留香港係踩嚟香港隊，因為你成日笑中國隊嗱，我就笑翻你香港隊。我心諗咁啊，一係喂你想安達臣點咧？即係又要好有嗰啲咩控球啊，佢成日講。你要記住香港第一係個咩質素先，頭先我哋同阿周總嘅傾嘅電影都係同社會就足球都一樣，係隨住你社會係咁落嚟，足球都係咁落。係喂，頭先我講咗嗰啲咩管理，你平時有幾多節可以訓練？就算你想加耐啲，唔係啊，我人工係得咁少咯，我就出去揾食。又或者你肯啊，阿姐趕你走啊，係咪啊？即係跟住呢度啊，踢緊學界比賽都未踢完啦，噴水啊，好唔似要係咪？你哋走啦，阻住阿叔啊，佢收工啦。咁人哋話：我係8000蚊佢人工，同你開 OT 啊？開 OT 我冇錢啊，姐。你見到你香港你喂，其實可以喺亞洲杯，可以同伊朗啊嗰啲踢成咁樣。你諗都諗唔到，甚至唔係一場喎、啊。呢年係即係呢個外圍賽時候。伊朗作客嚟香港，我打到咁嘅，入兩球喎、啊。雖然有一啲嘢都令到我幾嬲，即係譬如頭先最尾嗰張相，即係上一次拉咗佢三個人啦、即係話你哋對啊，即係員工進谷啊，佢唔尊重乜，尋日都係成日都唔係第一次啦嚇。咁基本上即係次次都係咁樣即係喂難得有球迷嚟，你香港警察就唔好咁樣啦，係嘛？香港球迷即係你即係難得又仲肯入場去睇波，係嘛？即係你唔好就同我哋即係講下，唔好同我哋即係佢潑冷水。但點都好啦，即係香港隊咁，你都可以見到哇！咁啊，其實唔係唔得嘅喎。當你個教練係可以慢慢俾時間佢，唔係一定做唔到成績嘅喎。因為你香港啊，即係譬如講緊球員，可能我哋最頂級嘅球員，可能喺亞洲有三線嘅質素啦。我哋香港華人嘅教練咧，我諗五線、六線、七線、八線嘅。你見到華人喺教練在港超嗰個俾人嘅批評的程度，以及佢帶啲咩波出嚟，大家會見到嘅。譬如頭先阿康靖講嘅金判坤喺香港啲人成日話佢啊打門彈足球啊，靠入籍兵啊，但係佢去到馬來西亞咧，雖然唔係話成績好，但係你見到係真係有啲嘢睇出嚟嘅喎，真係有組織有性嘅喎，佢就需要一啲好嘅球員先可以發揮到佢嘅技術理念啦。但係我哋嘅教練就需要。用佢嘅能力令到班球員去提升，係嘛？咁我哋當然唔會多球星啦。即係我覺得唔好將嗰個期望擺到咁高先咯。好多時，係啦。即係你即係心平時諗翻香港嗰啲到啲波嗰啲球速先啦。你話同人家打即係打咩打傳球係嘛？打即係控球，你當你自己巴塞啊，佢曼城啊，唔好成日將你睇西甲去英超啲波、歐洲啲波投入咗落香港。有回事嚟啊！其實咧，真真正正你要叫做嗰個足球好好睇咧，就算你歐洲五大聯賽咧，都唔係幾多隊可以做到嘅。真係要好好睇嘅足球，你睇西甲睇意甲，其實好多好難睇嘅足球。你可能去到英超頭幾代，又或者可能歐聯，你打到去淘汰賽嗰啲，先至真真正正好睇嘅足球。唔係，其實有時咧，你話好似安達臣之前嗰度提過啦，你要地區球隊香港隊有進步。
你本身個聯賽都要有進步噶嘛。但係我哋即係我衰啲講啊，香港球會大部分嘅教練咧，即係唉，我唔知道有冇得罪人我又嗰啲華人教頭咧，我成日覺得咧，佢哋教青訓就好好，但係一教到球會咧就係、是、完全唔掂嘅，即係我覺得係個師資問題。你很多香港球員點解安達臣教到個個球員開竅啊？開竅啊！就是因為安達臣有他的能力啊嘛，佢訓練嗰陣時俾乜嘢，俾嗰班球員俾乜嘢意識上的嘢，咁佢哋會吸收到嘛。但係你翻到香港球會，翻到球會咧，嗰班人咧就完全唔記得曬。所以點解我哋睇一睇翻港超，哇！做乜嘢？依個球員翻去球會，兩個人嚟，有冇搞錯啊？慢好多啊！所以走動唔多，好難搞啊！你成個球會嘅訓練啊，嗰啲師資質素啊，唔好咧就令到香港球員就唔可以進步得到。同埋啲視野都唔同，點解安達臣以前踢波時，喂人哋得㗎喎，神射手嚟喎，佢神射手喎，喂去到依家即係可能係根本。你人哋嗰個見識都唔同，當然嗱，你好多嘅見識唔代表一定係你教波係特別叻，即係例如咁啊，你即係你係見好多即係踢波叻嘅，譬如你古力治啊、雲巴士頓，甚至麥當娜，佢教波成就同佢踢波都有一段嘅差距啦。咁啊，但係最少人哋喂，譬如安達臣嗰啲金鋒軍，人哋喺南韓或者喺德國嗰時都即係都見識啊，咁啊係會比你純咁啊，可能你香港有時可能球員都要外流先進步大啦。教練都可能要，可能他們的見識都未見過香港這個足球環境，哇這樣樣的原來你們我記得我以前曾經小個的時候看報紙呢看到有港會那時二十多年前就說他又不是收青年軍的你去學踢球就說基寶教踢球那樣的那去一個去港會隔離那個人造草那些細場那裡踢呢我們那時候年輕人個都穿白飯魚去踢球不是球球的嘛他沒有畫過拉幾上去沒有但他很奇怪他說你這些什麼鞋來即他都沒有結果原來咁樣樣啊！你哋踢波就係唔同咯。咁啊，我問兩位點解你哋嗱，譬如啲人睇波以前啦，即係依家呢兩年好少。誒，我又睇英超啦，甚至你睇咩德甲、意甲、西甲都少少，都好難揾到主人。屌，啲人睇緊呢啲波仆街咁悶啊！就意甲同埋意甲九十年都成個我哋啊，哇！依斯米蘭、國際米蘭、祖雲達斯好正嘅，咁啊依家唔同咗啦，一定係英超。喂，咁但係點解你哋特別鍾情於香港波？喂，其實係有個。歸屬感你入到球場咧，大家一班人唔識嘅，大家就一齊屌個球員啊，屌個球證啊，咁其實即係入場其實係一個發泄咯，即係而家咁以前細個入去咧，就係因為一大班同學咁冇嘢好做，有學生飛，咁咪入場睇下波咯，咁當消遣咯，咁其實喂講真，以前嗰啲波咧就的確係好睇過而家嘅，我覺得嘅，但係。看香港球就是有一種入到去即是看看下呢入多幾次呢例如我捧南華的看下呢就會認得那班球迷南華球迷呢就會 group 埋一起看波的那時候尤其是旺角場未裝修的時候呢未那在那一個區入面呢大家你眼望我眼大家 say 個 hi 咁其實都幾開心下的我覺得真的大家會認到嘛是啊我覺得就是香港人咯，就係、是、支持香港人咯，就係中意香港嘅嘢咯，就係中意港產片咯，我就係中意聽廣東歌咯，所以就係睇咯。喂，我梗係知渣啦，我梗係知嗰啲好睇啦。咁但係嗰啲唔係香港人啊嘛，佢嗰個係譯音嚟，碧鹹譯音嚟噶嘛。歐偉倫佢真係叫歐偉倫咁啊，唔係譯音啊。呢啲先至中意睇啊嘛，係嘛，大佬，即係一定係即係本土文化。即係你譬如你話英國有啲球迷。他可能那條村莊或者他的出身地有一些業餘球隊，為什麼那些球場都這麼多人的照爆好的氣氛，因為他就是個出身地，這個就是我的東西，就是我的根來的，自己喜歡自己地方的東西，我覺得很正常的一件事。即是英國我偉根很大，我支持偉根，我時都成大就支持都成，香港我們就是當然香港足球最輝煌的時候我們都沒有即他經過啦，即是你說以前說即中國民國那年代就是那些比即係國際級啊，代表隊嘅成績啦，去到球會啊，哇！你話精工咁啊，即係南華嘅年代，我哋即係甚至都未出世啦。即係去到嗰啲年代，已經係我睇東方啊、南華快通、南華嗰年代已經係開始得嘅。即係唔好話去到後尾，即係神氣遠係嘛？係近年叫做
小洋春啊，但係都係其實都係好入場人數同以前比都好麻麻。係零幾年嗰陣時候，南華阿羅傑成搞翻嗰陣時咪起翻咯。傑志鬥嗰十年起翻咯，係咯。即係都係有一個小洋春咁，然後咁啊，但係即係想同最輝煌時候啲人，誒呢個我哋唔入場睇啊啦，都唔係咁，但係我哋就係喺呢個時代佢出世，亦都係睇住喂，就算以前東方南華咁樣最差的時候。喂，聯賽冠軍爭霸戰都二萬幾人買，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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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依家多啲已經幾千，已經係佢算多咯喎，即係唔好講平時，即係少嗰啲啊。我細個讀書嗰陣時入係咁，依九十年代初一場銀牌決賽，足董杯決賽都萬幾人㗎啦，大佬。如果係南華入決賽，仲多啊，爆㗎啦，大佬。大家好簡單就係你喺 YouTube search 翻九十年代嗰啲球迷世界，講入座率嗰啲，佢哋係話。啊，已經少過一萬人啦，覺得哇球市差咗好多，有幾千，哇有幾千，而家真係大佬好開心噶啦！二千年嗰陣時跌到得百幾二百，咁你嗰陣時係咪冰河啊？係咪相差幾遠？不過嗰啲即係而家話，因為嗰啲人好搞笑嘅，即係留言喂、哎、香港波好渣，因為呢個安永佳唔識，你唔識佢又知你渣，冇睇係嘛？即係好多呢啲即係叫花生友啦。即係我都認同嘅，印象係唔好嘅香港波，好多負面嘅標籤嘅，例如打假波啊，例如薯片撈飯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係啦，好多咁嘅嘢嘅，咁但係其他國家都會有嘅，其他地方都會有嘅。咁你中意睇嘅咪中意睇咯，你唔中意睇嘅咁你冇咁多嘢講。都唔需要曬，即係因為你真都有成績嘅，就算多人捧嘅年代，或者少人或者冰河巨時期，其實中意佢又佢中意啊，即係就算何止人嘅水平梗係唔高啦。咁啊，但係你我喺度大，喂我去入個球場睇波。幾方便啊，係嘛？咁啊，你入咗嚟，即係你就會中意。咁我哋講下港超啦。咁啊，嗱，港超不如首先估下啦。咁啊，雖然依家就踢咗即係幾個星期啦，啲聯賽都咁啊。你哋點樣估嗰個排名咧？即係譬如啊，咁啊頭幾位係冠軍啊、亞軍啊。而家睇幾場波，其實。我估好大機會東方鬥大步咯。東方不過東方咧就好睇嗰個亞洲賽嘅影響有幾大，因為佢嗰個賽程都真係會幾頻密。譬如你第場周遠，同埋你見到呢排啲東方球員真係好攰。哇！你小後備嘛？澳洲又呢度比濟，跟住又利茲敦士丹咁樣，跟住嚟嚟去去嚟嚟去去咁樣。咁啊，大步今年一個底係厚嘅。個底係厚嘅，咁、那個表現都係 O K 嘅。唔使睇亞洲賽咯。係啊，咁就睇下傑志，即係呢期又好似正常翻少少。呢一兩場波好翻啲咯，即係佢好似執好個陣，但係其實都有個隱憂就係佢未對強隊啊。你一路都係對啲中下游球隊嘅、你話大炒流浪七比零嘅，喂，有可能嗰陣時流浪已經內憂內患㗎啦，炒七比零用乜嘢啫？係咪先？咁同埋港超好奇怪，我係十年前嘅時候已經有講過㗎啦，強強對碰咧，邊個打防反邊個贏嘅？你打進攻嘅通常都係唔掂嘅，咁啊睇下到時即係大家捉棋咁捉啦，咁啊都幾比較難估，咁但係大步都似樣嘅，大步似樣嘅。兩位嗱，要你排頭四名，排頭四名順次序，大步咯，大步跟住傑志啊，大步東方李文，李文質體咁低，話曬上年冠軍，依家阿曾超達又去咗。信收啊！讀書係啊，雖然國外籍教練就仲未落實，咁但係譬如佢打質素好強嘅喎，不過佢打幾場波啫嘛，前面中場代理教練啊朱兆基已經話，大家睇到嘅啦，隊波冇曬信心。喂，你打幾場有冇信心？四冠軍嚟喎，其實唔好唔記得今年港超打三輪。咁快投降，我覺得好得意咯，即係有可能佢都覺得入邊班球員，尤其是嗰班外援係好唔聽話。人哋踢過德甲喎，依家黑局啊，所以就係好難搞咯。所以我咪覺得係東方大步咯。所以冠軍有可能，我覺得係東方頂得到大步。亞軍就大步，即啱你哋個調轉。係啊，季軍咧？季軍我揀傑志咯。傑志即係差唔多係。係啊，因為你始終個要執翻正隊波咧，依兩場波係有啲嘢睇。順啊，順啊，順翻嘅，尤其是嗰個前鋒咧，我哋都話。啊，韋頓啊！韋頓，哇！依啲前鋒咪啱喺香港踢咯，有頭槌，有速度，又有身型，係啊，又攤嗰個波，係咪先？香港踢
揾啲前鋒外援就係依啲啫嘛。其實亞洲都係，亞洲都係嘅。你睇個技術型嗰啲中鋒咧，唔係好掂嘅。係啊，身體質素啊，速度搭夠就 O K 嘅。唔係，傑子外援都好似開始上嚟，即係馬查道啊，係啊，阿利亞倫係中堅啊，巴登卡都仲。嗰、那個後防係佢簽咗個新人啦，簽咗個巴西中堅啦，嗰、那個巴登卡都係有少少水貨味道噶啦，同李文嗰個馬天尼斯走靚新人，同李文嗰個馬天尼斯真係笑話嚟啊！咁瘦削都唔掂。但馬天尼斯即係希望，我見佢投水都唔差嘅，係即係但係你話佢其他啲單對單差啲咯，即係可唔可以操得起咧？咁當然其實我同你都一樣，我都係東方大埔呢兩隊、嗯，東方大埔傑志。咁啊，李文當然，我覺得阿姐李文可能如果真係我執教本事會唔同啲啦，即係定唔啲，同埋你傑志，我覺得如果佢開行翻個 turbo 咧，不過雖然佢後防都隱憂啦，其實我覺得即係可佢攞冠軍，我都覺得唔出奇。佢有個底韻喺度咯，有個底韻喺度咯，即係好似皇馬咁啫嘛，歐聯贏硬咁啫嘛。咁啊，有冇話其實依家港超你哋係本身捧邊隊？我其實我哋兩個都捧南華嘅，咁啊收皮好耐啦。三年嘅夾咗咧，係嘛？我嚟緊佢夾咗，我都會睇嘅。如果佢主場，但係廿七號啊，係但係嗰個飛嗰個問題係一個問題咯。即係你係去到先至再入去啊？定係即係事前可能有得就係派定啊？定係點樣咯？佢講價唔使啊嘛。係啊，但係個問題是你山長嘴去到跟住冇咁樣就好慘啊！應該唔會贏嘅，即係兩位都捧。係啊，都係南華，捧南華嘅，南華嘅。咁啊，另外啦，我哋啊咁啊講下佢中國隊啦，即係你知我哋香港球迷啊嘛，都特別中意即係睇埋中國隊啊，即係呢個情義結不過係，即係睇中國隊點樣有佢發揮翻佢自己邊，好似尋晚咁啊，即係佢贏波啦，咁啊然後阿叻即係你知好中意出聲，佢就話中國隊中一個大問題就係大量北方球員喎、你哋點樣睇咧？嗱，佢北方球員咧，其實應該係一個都比較老土嘅講法啦，就係、是、南拳北腿啦，即係講緊北方球員就係比較高大硬淨啊，有體型啦，而南方嘅球員咧就係、是、技術好啲啊，靈性好啲啊，咁即係講緊講緊廿零三十年前啦，其實中國隊譬如二千年打後咧，唔係話太差嘅、即係譬如蓋東啊、范志毅啊、馬明宇啊、施繼海啊等等嘅球員喺度，係啊等等嘅球員喺度嘅時候咧，唔算太差，可能亞洲二線，即係起碼佢對住啲好強嘅球隊，雖然都係下風，但係唔會。哇！俾人數幾球啊，完全踢落都唔知道，即係唔想踢，即係唔想踢。即係踢乜啊？係啊，呢、這個咁你話係咪即係北方球員係一個問題咧？咁我唔知啊。咁但係好多人又話啊，十四億人都揾唔到十一個好球員出嚟啊。咁有啲人又話，咁你十四億人唔代表可以揾到十一個好球員，但係其實喺中國嗰、那個足球人口係唔少嘅。球會球場都係唔少嘅，咁點解以前都仲會有啲青訓出嚟，而而家冇咧？咁係咪因為即係嗱呢個就唔係我哋屈佢啊？大力打貪啊、李鐵啊等等嗰啲俾人拉曬啊，咁係咪一啲貪污嘅問題啊？由下而上咧，咁而下而上呢個係要幾多年先可以根治到咧？咁我哋都唔知啦啊！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十幾年前恒大開始踢金元足球啦，咁、其實嗰陣時都搞青訓嘅。咁嗰搞青訓嗰班咪而家踢緊嗰班咯，基本上。咁、你而家就係嗰班人原來係搞咗咁多年青訓，都係冇用嘅。數唔到邊個話哇？呢、這個中國球員好有潛質。同埋嗰陣時幾年前已經有傳聞㗎啦。中國嘅各階段嘅青年軍，你有錢就有得踢。識人我識字。係啊，咁你其實你而家知道啦，李鐵就係你俾錢俾我，我咪俾你入國家隊咯。或者你阿媽同我分下咯。係啊，又或者係即係其實由細個可能八歲十歲嘅時候已經係俾錢，跟住有啲、又塞啲大個啲嘅落去踢啲細啲嗰啲組別咯。全部係屈機咯。跟住你去到唔係我哋屈佢啊，誒係咪啲全民會定係唔知咩嗰啲咩 U 隊嗰啲比賽？已經踢假波。十零歲已經踢假波，係咁離譜啊！呢啲嘢。嗰啲文化搞到就係嗰班。僆仔啊，哇！我使咩踢咁好波啫？我有錢咪得咯，係咪先？哇！如果我贏嗰場波嘅，叫我老豆老母，叫我教練，喂，塞啲錢俾對面搞掂，即係佢有思維方向錯咗啊！咁上到嚟，哇！何況依兩年仲大鑊，冇錢嘅依球會都，咁你而家就係嗰班球員質素又冇。好嗰班都已經退曬役咯，咁你咪一路冧咯。嗰個技術唔好，即係你話佢哋體能啊、速度啊嗰啲未必個分野會咁差。即係你睇落去個技術點解啊？戴偉俊
佢都可以即係入到去中國隊嘅時候，都叫做俾佢踢到個正選咧。而家都而家唔得啦，而家同化咗。但係佢當時我都覺得佢係有靈性嘅中場球員嚟㗎，係有技術㗎呢、這個人。咁啊，覺得即係嗱，要即係小組要投四名先，投兩名先出線啦。第三成仲保持機會去世界盃決賽周，中國隊仲有冇機會打入佢頭四名？冇啦，真係冇。冇啦，冇你，因為你而家係爭對巴林，嗰場未踢啫嘛。你巴林都未必贏得到巴林。咁你之後又要作客翻印尼嘅喎、哦你作客翻印尼未必贏到㗎啦。你琴晚嗰場真係靠主場啲咋？仲要印尼控幾多波啊？同佢頭先射射攻幾多門？其實印尼嗰班入籍兵咧係唔慣踢依波啊，唔慣依踢啲硬淨波。同埋有麥契咧，大家都未 set。唔係啊，所以你話琴晚贏二比，哇！臨尾我睇臨尾幾險啊，真係九分保時嗰九分鐘，哇！嗰班中國球員都嚇到瀨尿㗎。追和真係起入市。係啊，不過追唔和係可惜嘅印尼。係啊，我都覺得係。即係諗住你連我佢射場佢都好啊！唔係同埋你，我成日都話嘅中國隊，人哋咧我頭先都講，人哋而家隊隊都打逼搶，佢唔識打逼搶嘅呢隊中國隊。同埋你好容易啊！你總之你對手同佢打逼搶咧，佢又硬曬態啊！係咁簡單，你連中國足球又係冇進步嘅，咁你揾咩人踢都揾邊個人教都冇用啊！納比翻嚟教都冇用啊！而家呢隊波，你揾下邊度？都搞唔掂啦！你揾阿即係譬如阿薛古勒拉你又好，納比奧邊個都搞唔掂，你唔得噶喎！卡比魯你，就算你揾我覺得安插落題都搞唔掂。冇啊！你頭先講嗰啲人哋打逼搶嘅，佢咪縮曬三閘線嗰度咯，跟住懟個波俾阿武磊咯，即係譬如張玉玲嗰啲，我都唔知點解佢仲可以喺個正選度踢，即係我覺得呢啲即係冇可能。你話一個正選嘅球員啦，但佢已經係打咗前，已經係啊，佢已經係表表姐啊嘛。唔係，我都覺得唔得啊嘛。佢舊年仲係出於大寶踢前鋒㗎，又係於大寶喺中超已經踢緊中堅㗎啦，都要揾佢哋中鋒㗎。咁你話中國隊幾大鑊，幾冇人才。嗯，唉，即係曾經恒大亞冠即係亞洲賽清敗嘅時候，仲諗住啊，係咪啲金錢足球嗰帶來啲希望？點知一隨住經濟唔好，物理都唔掂。咁啊，最後都要一樣啦。乜啲觀眾就知道，我哋係要聽英超、啊，即係咁啦。咁啊，最後啦，估下啦。咁啊，英超你點睇今屆嘅冠軍咧？要揀一隊。你揀先。我揀阿仙奴咯。阿仙奴。因為我睇咗幾場波，阿仙奴咧明明都輸緊或者和緊。嗯，佢臨尾都可以反級，咁依下就係嗰冠軍個魅力啊，嗰啲氣勢咧就會喺度嘅。咁曼城就差啲，今年真係，我覺得洛迪冇咗喺中場咧，真係幾大鑊。但會慢慢過翻幾場，會開始揾到條方程式慣翻。我覺得曼城佢你話對住啲唔係咁強嘅對手咧，佢有辦法可以攞分嘅。即係曼城其實不嬲都係咁噶啦，佢即係對住啲食硬嗰啲咧，其實真係係冇問題。呢、這個穩定性係令佢可以攞到咁多年嘅冠軍嘅。咁你話去到冬季轉會窗佢會唔會慢咧？我相信買噶啦，因為洛迪其實上年只係喺曼城缺席過幾場，即係輸曬咁滯嘅，好似係輸曬添。佢一直都係明白呢個問題嘅，再加埋阿迪布尼又受傷啦，係嘛？咁你冇其他球員可以即係喺中場可以派到牌，咁跟住加埋阿霍頓，好似踢完嗰個歐國杯翻嚟就借曬咁樣樣嘅。咁夏蘭特係 fit 嘅，係 fit 嘅。咁但係你話真係到再頻密啲賽程嘅時間，究竟係點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如果英超，我就中意曼城嘅。咁我都希望可以睇到，因為其實曼城有到咩好睇咧？佢係打組織啦，佢係嗰種組織係打到你泄氣啊！打到個對手泄氣，哇！屌你啲波咁撚勁嘅，跟住就慢慢嚼你咁樣樣。咁啊，阿仙奴今年都係 sharp 醒嘅 ，sharp 醒嘅似樣嘅，都係似樣嘅。可能今年真係有機會。即係你都揀阿仙奴。阿仙奴，我都係一樣。我都諗住一揀阿仙奴揀利物浦，不過你哋揀曬阿仙奴，我就揀利物浦啦。唔通即係俾人屌屌三個一齊揀阿仙奴，係嘛？支持啤你哥啊嘛！即係我係咁啊，因為我一定係揀咁啊。利物浦雖然未特別話對啲強隊係嘛。咁啊，大利物浦今年咁啊，即係雖然係換咗教練，但亦都唔係好大好大走樣啦，係嘛？咁啊，如果利物浦一定係有即係曼城會有少少佢走樣啦。其實阿仙奴呢上兩屆都 fit 噶啦，係嘛？即係今屆應該佢收成期噶啦，但利物浦都一樣噶嘛，係嘛？咁啊，你揀咗阿仙奴，咁我揀利物浦啦，係嘛？咁今日好多謝，即係平時如果大家要睇你哋嘅即係文章。
等等，可以去邊度睇咧 ？Facebook 十一言堂啊 ，Talking Eleven 啊，咁可以 search 到我哋嘅。咁、啊 YouTube 就我希望我得閒啲可以做多啲啦。我好靠你嘅，好多謝我同埋阿 Gary， 咁下次我有機會就再傾過啦。好 ，OK，